是那个有那个有创意的那个有创意的那个那个口感，就是一般的烟抽起来都会有点这个辣这个脖子，那个，你只要是放在这个碗里面，你就放5分钟到10分钟，你来抽，它立马就那个就纯了。是这样的，不管它怎么样，你也不管烟怎么样，咱说这件东西，对，它不老。不老您哈。相信我的话，我就告诉您东西不老；您愿意听句真话，我就告诉您它不老。没二事。个就是不要再买了。好。啊，好。您算没白来西安，没事去回民街呢，您或者就撒金条吃点这个肉夹馍什么的，这我们正宗的这个回民美食挺不错。我们这儿好吃的多，我骗子是少数，是，好人还是很多对对对对，是的。哎，的，我现在的话，我已没经，有白吃的午餐，没有那哎，种什么所谓对的那种对，啊，怎么着的，提现哪有那事儿啊？我现在的话已经是，我现在已经下午饭我都不吃了，我那个2点以后钟我都不吃东西。这就是不要再去花冤枉钱，因为现在呢，说实话，大家都挺紧张的，对对对是对，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您能来找，也就是其实您是想明白的，对吧？嗯，但是呢，对，很遗憾的是，这个事情确实也确实被蒙了。可是这是我第二次听到，上次就是那新疆大哥也是，啊，也是跑来了跟我说那些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你新疆大哥是你以前就认识的是吧？不认识，也是晚上了这个点过来了。哦，也是也过来，是。我说大哥，这东西确实不行，这弄不了了。大哥最后也是挺遗憾的走了，拿的囊啊，那大哥，哇！哎，一路不知道怎么着过来了，这好家伙，老乡，那真老乡，坐飞机来的吧？一看肯定没有您气派。啊，没有，哎呀，不要再买了，哥哥，我跟您好好说一句，您如果真喜欢，看咱看看。对，看一看，当您哪一天真觉得您靠谱，看找一点那种好点的渠道来，对，咱去拍卖行花2、3万，咱也能买个差不多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何必找那些所谓的啊宣得我的一个嘛？那种东西跟赌似的，是就像您大哥刚说的话，万一呢？那也是万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对那多大个几率啊？您干这行的算对吧？那是啥概念啊？对，跟中6合彩是吧？对。2块钱博个500万，这真是跟这感觉差不多。对，所以咱不抱幻想，踏踏实实的。对，哎，您就来当旅游来，这就东是西。啊，我都是，反正就说，哎呀，我都跟我老哥说，我说反正就当来玩了，玩啊，碰碰运气，反正就万一碰着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人生都是这样，就像都您很是乐观，这啊，点就很好。对。要是像那天来那大哥，我还都不敢跟人说，你知道吧？人啃的囊，我的个妈呀！那我还不跟人说，把人就咯噔一下，给怎么着的？您我就说您买的多，你要不多，我就告诉您这东西不行。你要说你买了一屋子，我不多，我还不敢说，我操！我的东西倒不多，不要买。我那个老哥的东西多，但是我那个老哥的话，他那些。怎么说呢？他的东西倒是确确实实。您老哥我是没办法，您我也没见。但是呢，如果他送你的是那东西，我也看也够呛。我就是很简单，我们干这个，如果您东西对，就像您说，这要真是个宣德的，你说100万，我这就去卖房去了，哎，对吧？对，是不是？我这就去卖房，我就买去了。那关键我要啊。有时候我们这行人他话不能说太明，对因为对他不知对，道你啥来路，万一你就是有些人的心脏，对吧？他承受不了，不会，啪嗒一下子，我的妈呀，这出问题，我还得录着视频，我害怕真出事儿。不会的，我们这种人是那因个，为就说对，啥事我们都那个看您很开朗也很乐啊，观，所以我觉得对，还得问您嘴，您不介意，您不介意我就告诉你，您要介意了我也不知道不懂，哎呀，没不关清系楚。的，我们毕竟我们做，其实呢，我做的职业嘛，也明白。是。得嘞，您就当来我们这儿玩了，就是啊，旅游一圈。本来我都是我做那个职业，说白了就是我都是跟，哎，有时候都是跟人家开导，都是跟人家那个对，那那种的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行，挺好，挺好，就当来玩。